要用这一个 TPE Free， 好，你要先连到它，所以你要去点它，点它点连线。啊哈。他这边跑圈圈代表还没连上，他待会连上的话，他会出现格数，出现格数的时候，你再去开网页。既然现在这个有一个惊叹号，对，他就出现了，然后你再去开网页，你的网页在这里。是说什么？对，没关系，你先打开之后，哦、你随便点一个网页都可以，比如说帮我先点雅虎。好。它就会跳在这个画面。嗯哼。这个画面就是台北市政府提供的网络、啊，所以因为你没有账号，所以你要先申请你的账号，所以我帮你这边点账号申请的地方。账号申请，对、哦，然后这个你要自己填，你填一下，对。全部都要填写，填好了。然后这边有个勾勾啦，打起来。哦，打起来。然后下面有一个那个，这个你申请完一次，就可以了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怎么样？然后这边有个下一步。哦，下一步。哎，你已经申请过了。对，可是我他就是不行嘛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你输入一下你的手机号码。好。是这只手机吗？对啊。待会看一下，他待会把密码存到你手机里面。哦，对。所以我现在要停掉吗？对，你那可以先停掉吗？啊、哦、，OK。